你俩是不是又打架了？谁先动的手？他先动的手，他打你了？怎么打你的？就这么打的，打哪儿了？打屁股了。元宝怎么老打弟弟呢？不跟他玩了，张手。气死了，老打谁？你看，你看把门还得关上呢。拿点好吃的，完了解解疼得了，去拿好吃的去吧。嗯，要吃啥？妈，吃小鸡仔儿，行，安排。哇，冻干小鸡仔呀、啊！